这社会呢，会翻转这个国家，只要我们愿意。好，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哈，我不知道在场的伙伴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，或是要回馈的都可以的吗？来，请讲。哪些启发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各位的莅临，谢谢。